哎，有人敲门吗？哎，沈玲来了。沈玲来了，快去快去。哎，你谁？你谁？哎，你叫谁？哎，你叫谁？大张伟在里面吗？大张伟，不认识啊？啊？没有。什么没有这样的？我以为我敲错门了。对对对，来来，沈玲老师进来进来进来。呀，莹姐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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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又见面了。我刚才说我以为我敲错门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吓一跳，那个叫于晓光，于晓光老师，我说你好，于晓光老师，于晓光，晓光好，刘宇宁先知，刘宇宁好，对对对，董思成，思成好，我们师傅在里头那个独处，独处，独处。大老师现在就是很自然的融入到哥四个当中了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对呀。你知道我看你们节目的时候，我都每一集我都在吃醋，为什么？看着你成立新团，我们就有点吃醋，那是应该的，那是应该的。